可以在这儿，虽然有点暗。Hello， 晚上好呀。看这个光，这儿也行，没有。算了，还是去亮的地方，这边稍微亮一点。我发现头发越黑就是会显脸煞白。哦呦，这什么东西啊，谢谢枫叶的，这什么呀，告白气球，这什么呀，哇，谢谢你的告白气球，谢谢谢谢。哎呦，还有花海，谢谢和和的花海。哎呦，我前两天刚，哎呦，在直播，我这样挡住了，挡住了。谢谢你的花海，我这两天刚听完花海。啊啊，是520的行李，哦呦，哦呦。把我的耳朵露出来，哎呀，这个被头发搞的耳朵都看不见了。谢谢藤井翠翠的高级麦克龙，谢谢，谢谢你的饼干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眉头是棕色的，我点了个老式麻辣烫，就是现在在一楼等个外卖。等外卖的时候，我顺便来播一下，不然一会儿吃完再播的话呢，就是妆就花了。对，反正就是拍东西，不告诉你们拍什么。谢谢九二的告白气球，谢谢谢谢你的告白气球。哎呀，今天的眼影就跟我之前的不一样，因为这个风格的就是这样子，但是拍出来不是特别显，是吗？光的问题了，其实不红，就是被光，你看被光一照，这个光的颜色应该是，但是确实也有点差。谢谢炸裂米奇的告白气球，谢谢谢谢你的气球，谢谢。真的还蛮不习惯的，嗯。谢谢石头饭，石头饭，哦呦，谢谢石头饭，你母的告白气球，谢谢，谢谢你的告白气球，谢谢浪浪的告白气球，是不是？谢谢你的气球 ，and 你的花海，谢谢，谢谢你的花海，谢谢。我本来今天说我要不要刘海，姐姐说这个比较适合有刘海。谢谢为祝福好的花海，谢谢，谢谢你的花海，谢谢你的告白气球，嘘嘘，谢谢，谢谢兰科兰的告白气球，谢谢你的气球，谢谢，谢谢你的花海，谢谢，这是一个。女生戴网，刚刚气球那个是男生戴网，不会打弹幕了。
谢谢石头饭的花海，谢谢石头饭。今天确实是石头的颜色，是石头的颜色。嗯，对，这个代码比较好看，我觉得。而且我跟你们讲，真的根根分明，就是染了黑头发之后发现。谢谢小太阳的花海，谢谢你的花海，谢谢小刘的花海，谢谢你的花海，谢谢。对的，这个代码突然设计的还挺好看的。谢谢小太阳的气球，大家你们是不会说话了。谢谢你的气球，谢谢。没呢，我在等外卖呢。外卖还有，谢谢九二的花海，谢谢你的花海，嘘，谢谢逍遥可丽的巧克力，确实发现了这个设计的还真的蛮好看的。只有这两个是那种有，谢谢苏板梅的告白气球，谢谢你的气球，三。哎呦，我老想念二三三，谢谢你993。哎呀，比较后悔的是今天没有怎么拍照片，就是都是自己拍了点照片，就不是那种照片。谢谢憨憨的玫瑰花。谢谢麦当劳的玫瑰花儿。对的，我就是专程就去拍了个抖音，就是为了拍抖音，我搞了这么一套行头，是不是非常感人？所以说这个抖音一定要好好看，知道吧？就这一条抖音，这条抖音是我专门就为了这一条而去折腾的。谢谢这个可可一单推的大神。是吧？我真的就是为了这一条抖音，我把自己搞成这副样子。这条抖音何德何能？所以你们好好看看，就那一条，就那一条。谢谢 Call You Me 的奶茶，怎么黑了？哎，我今天黑之前我就也不是红头发，我现在这两天都是粉不拉几的。是吧？人怪好的，谢谢一只小朋友的大神。真的，你们一定要相信我，我今天就是为了这条抖音，想破脑袋想了一个造型，就是为了这一条抖音。是的，很快这个速度。怎么了？今天的这个妆为什么这么问我？是自己画的吗？何出此言，这位朋友？何出此言呢？能不能讲讲？给我买点赞吧。如果我被限流了再说好吗？谢谢戴德灵光海，谢谢茶茶的奶茶。这样看不见我的白色，我要遮住，不然我这个墙都这个融为一体。什么回来了？因为今天是比较古风的嘛，所以就是画了一些适合古风的颜色，橘色就很适合，是吧？没发现。对的，我这几条都就是被限流，真的很讨厌，很难受。这是我的挑染，没错，大家，这个白色的是我的头发，是挑染。小夫，哦呦，你的这个
头像，我以为是 bug 了，好醒目呀！rap，悠悠，对的，鸡冠子头，但这个是鸡冠子头饰。哎呀，不整个背景板，你们都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我这个是吗？哦，确实，这个很适合跳遗忘的国度冬日，雪花盛开收离。今天这个还美羊羊吗？今天这个就不美羊羊了。没有，我刚刚以为人家要进来，赶紧挡一下。谢谢珍妮的高级马卡龙，嘘嘘，谢谢你的饼干，谢谢，谢谢。真的得多拍几个，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拍什么，找不到拍什么。谢谢小隋大婶，就最近已经没有什么适合我的抖音了。谢谢你春不可用的荧光好，好嘞好嘞。哎，我今天用的是一个新口红，但虽然也可能也看不出来吧。谢谢创飞是姐的憨憨的花，谢谢 Shrimp PP 的巧克力，不是灵感枯竭，是没有什么可以拍的。就是我找了半天才找到那个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啊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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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
三十一，谢谢。Thank you。什么？已经送到了。嗯，我再说，我说到七点半吧。说到七点半，我就上去。我上去吃饭，吃完饭再跟你们见面吧。谢谢爱春大米饭的蹦迪，谢谢云。太饿了，我跟你讲，我今天早上吃完那顿就一直在忙。先是去理发店，然后去理发店再飞速的去那个什么，反正就是真的很赶今天的时间。我吃的是老式麻辣烫，就是最近这边新开的一家，也不是新开一家，就新发现的，很好吃。没有时间，不是忘记，是今天一天太赶了，没有时间，一点时间没有。谢谢叉叉的奶茶，谢谢啾啾的高级马可龙，谢谢，谢谢你的高级马可龙，叔叔。来给你们看，我这个手链，只剩下孩子了，这两个钱袋子爸妈都没了。一条眼泪流下来，不是我，你怎么拿拳头捶我呢？是我不想吃吗？我是吃不没有空吃，一点都没空，忙起来妈不就是这个样子？谢谢九三的告白气球，谢谢你九三，谢谢你哦，挡灾了，一下子掉两个，我这个月是有多少灾呢？我请问你，掉俩了，这是理由，真的太忙，真是特别忙，特别忙，真的特别忙。哎，要穿那身衣服回来就好了。现在黑不拉几的，一点那个什么都没有，连装饰都没有。我的外套都，我的 T 恤衫都没有什么装饰。对的，这感觉孩子其实那啥，主要可能是因为这个爸妈太沉了吧。给你们看，我这两边其实还有这个呢，看，就是说看不出来，太黑了我头发。在直播，在直播，我挡住了，看不着的。你们看这样，
这样子更古风。他这种就得凸出来，像个丫鬟。现在，哎，好像凸出来。好了，这位小丫鬟。啊，好的，好的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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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确实，以后有机会，要是有机会跳春夏秋冬，就应该梳这个造型。如果你想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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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还有一分钟我就要去吃饭了。哼哼。对，我点完之后发现点的还挺多，反正好办了，我要去吃饭了，一会儿再见吧，一会儿再见啦，拜拜拜拜拜。祝好一句了。